由艺术家伊佑葛照以火塘为主体造型建构，长宽15米高7米可360度穿透式赏灯的作品和主灵对话的路径，搭配金曲及音乐，呈现气势磅礴的原式灯会风格。这件作品叫做以和主灵对话的路径，然后其实我们找就是部落的一个传统啦，就是透过烟，然后那道白烟它其实会就是会带领我们的话语带到天际，让到主灵的居所，然后告知主灵，其实我们有一些期盼的事情，或是想要告知的事情，或是想要渴望被主灵照顾的时候，或是在打猎的时候，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仪式，用烟然后告知那个主灵这样。灯光秀其实也是我自己唱的了，因为我很想，它其实它是一种情境啊。我们在做迎灵的时候，迎灵要告知的时候，我们先它第一步它会有先有烟会出来嘛，然后可能我们会先用吟唱的方式，然后去吟唱，把灵引下来这样，然后告诉他我们准备要做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它后面的就会有一些海浪的。可能就是主灵有听到，可能所有万物都听到，就是可能我们有海神、山神，或是主灵这样。三、二、一，点灯。OK， 好，我们点起来了。台湾灯会暌违23年，重回台北举办。这次特别与台北市原民会合作，在松山文创园区原展区设置原住民灯区，邀集六组来自不同族籍的艺术家进行创作，打造六件实体作品、一件数位作品，以火光流转为主题，象征凝聚族人与连结认同感。原民会呢也很开心，那在这个灯会能够跟这个台北市原民会来相互的合作，我想我们会全力的来支持。那更开心看到我们这些艺术家，你们所有的创作的这些作品，那我相信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国人看到我们艺术家我们独特的文化，我相信未来发光也会发热。点作品和主灵对话的路径，从晚间17:15起，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类剧场式声光展演秀。此外，配合灯会整体艺文展演规划，邀约高达30多组原民表演团，欢迎民众前往欣赏。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